从这集开始，我们随着到美国弘法的圣严法师在纽约东出禅寺录制了一系列内容精彩、说理透彻的节目，希望能够带给您更多的收获。那么今天呢，我们首先要请圣严法师为我们阐释一下民主的真谛。我们都知道佛法里面强调人人都有佛性，众生都能够成佛，在2500多年前，这可以说是相当先进的民主观念了。那么究竟在佛法里面还有哪些民主的观念呢？民主的精神在佛陀时代是如何的呈现在僧团以及七众弟子之间的？我们现在就请圣严法师为我们开示。佛的时候的民主精神和民主的运作法，也就是释迦牟尼佛的团体，也就是教团里面呢的民主的一种方式的进行法。另外一种呢，是我们中国的佛教的团体，也就是寺院的组织系统，就关于这个如何的运作啊，是不是像跟我们现代的民主有相关，或者是呢也有参考的地方。当然时代是不一样啊，过去时代和现在的人的观念呢是不太一样的。可是呢，在释迦牟尼佛的时候啊，他自己有一句话，他说我不领众，佛也在身中，这句话这个非常的受到我们现代的人呢是肯定的。所以领众，也就是说他不是一个领袖，他不是一个领导人，他不是一个指挥者，当然他更不是一个独裁者，独裁者。他说我自己也在身中，那也就是说佛当时呢是一个精神的修行的一个象征，也可以说是一位导师，是领导人，没有错。但是在生活上面他永远是跟大众是相同的，人家要送东西给佛，佛说你不要送给我，你应该送给啊我们的僧团，你送给团体呢，我自己啊也在团体里边呢，那我也有一份。如果你仅仅送给我一个人呢，那其他人都没有了。所以有一句话叫做供佛即身，那么这一般的人的观念就是说我是供佛的，因为佛是值得我崇拜的。身这个一般就是佛的弟子我不想要给他，但是佛呢就是非常强调，他说我这个团体啊大众更需要你帮助我，你给我不给我都是一样，你给了我，我还是给大家的。所以你共生呢如共佛，他这个观念啊。另外呢，在他的团体里边呢的生活法则、生活的方式，都是叫做六合和身，所以是六种合合啊，里边有一种叫做利合同均，也就是说有利益是大家平等的、共同的分享。另外一句呢，叫做意合同解，这个不简单，意见每一个人的意见完全相同，这不简单的，这不可能的事。但是如果说有些人呢意见呢没有办法跟大家认同的时候呢，就要大家去帮助他和啊以及让他能够接收或者理解。因此在僧团里边呢，这个民主的一种通过的，就是会议的通过的方式呢，往往是啊不是说多数这个通过，而是呢全票通过的。只要有一个人不通过，那这个案子就不能成立，一定啊要全票通过。怎么能够可能达到全票通过的目的呢？一次投票
说是没有全票通过，再来一次投票。要就是反对掉，要就是通过，那是再一次投票，然后再说明一次为什么大家有这样的意见，这个赞成的为什么这样赞成，那么再投一次票的时候，可能呢变成这个本来赞成的人变成不赞成，那么到最后就是否定掉，否定掉就是否决了，否决掉就不通过，要就是呢全部通过。所以这个投票往往啊投三次，多半呢要投三次票。如果很简单的问题，例行的问题，投一次票就解决了，但是比较复杂的比较困难的问题呢，意见比较分歧的问题啊，大概是要投三次的票。这是在僧团里边是如此啊，这是印度的时候。那么在我们中国的佛教呢也是一样了，中国的佛教的寺院里边呢，虽然呢也有大和尚，那么也有啊很多的知识，那么也有啊所谓轻重，轻重就是啊一般的大众，可是呢在僧团里边呢，一个大和尚本身呢，他只是负责在思想上的，在观念上的，在修行上的指导和说明以及解释，但是一般的行政工作是啊由大家，所以僧事僧断，就是僧众的事，就是大众的事，由大众啊来决定的，那还是要开会的，以会议通过以后呢才能够啊实施的。那么另外呢，就是说一个大和尚来讲，也就是说一个方丈或者是个师父来讲，他虽然呢是一寺之主，一寺的一个寺院里边的呀主要的负责人，可是他吃的用的以及他的生活的方式以及工作的这个时候，有一种工作呢就是必须要大众一起去工作的，那就是说在说法的时候大和尚是在中间坐，在上面坐，在工作的时候大家跟大和尚是一样的。那么一直到现在呢，就是拿我个人来讲，我在寺院里边呢，虽然大家叫我师父，但是我觉得呀尊重我们大家的意见，可是大家的意见有一些人呢他不具备这个条件，也就是说他刚刚出家，刚刚学佛，他对僧团的事，对佛教的事根本是不是很清楚的，可是我们呢要叫他也有啊建议权，但是他没有啊表决权。为什么？他是叫做小众，也就是他自己还没成长，还没成熟，他是有参与权，有啊建议权，但是没有投票权。因为投票的话他可能来个反对票，那他根本不懂，不懂又来反对，那是不行的。所以在这个民主的一个方式来运作的一个僧团呢，是非常的合理的。